好，后慈湖目前是暂停开放湖，提醒民众注意哦。主要在昨天发生了虎头蜂蜇人的意外，紧邻两蒋陵寝不远的后慈湖呢，在昨天中午发生了虎头蜂蜇伤六位民众的意外。那么其中这位驻卫警啊，他当时协助消防人员拉封锁线，结果他的右眼居然不小心被虎头蜂的毒液给喷伤了。当时大家好担心哦，因为呢这个毒液相当的毒哦。幸好送医急救之后，只有角膜破皮，没有失明之余。至于另外五位遭到蜇伤的游客呢，送医之后也没有大碍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后慈湖方面决定暂停开放，要确定园区虎头蜂窝全数摘除之后安全无虞之后才会再行开放。那么提醒民众，如果要前往的话，可能要确认到底有没有开放。